Oh my god! GHK 14.5，我的天哪！哦，大家好，我是 Lily。这把枪原厂就没有装火帽，是正常的。你知道装了会发生什么事吗？来，装上去会发生，会敲到，切不了皮，所以原厂都把它拿掉了。我们今天快速来看这把枪 ，GBB 动力底下也有 GHK 的印字，5.56，弹量30连 ，CNC 材质啊，超美刻字，伸缩后拖，你看，你看拉柄，特别的棒，我的天哪、啊！特殊工具，拆开。两边螺丝放松，这是调整 HUP 弹道的位置，贴心的填弹器，哇哦！连发，哦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，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